这个口蘑炒木耳真的太好吃了，家里有小孩的一定要做起来。飞木耳提前泡发，口蘑切成小块，水开焯两分钟，下配料爆香，再下蘑菇翻炒一下，最后放盐、生抽、酱油、葱翻炒均匀即可。这道菜好吃的关键一定要放葱头爆香哦。